hopelessly don't do vocal. ゲームで勝ちました。2-0浦和。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ニニ K です。こんにちは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比赛是接连赛的第八节。我们卡西瓦雷收入在主场迎战浦和レッズ浦和红钻。今天的对手すごいですね。相手すごいです。相手のサポーターもすごいです。他们的球迷被称为亚洲红魔阿卡伊阿库玛。他们的主场是非常可怕的。去年我们也去了他们的主场，感受到他们的那个压迫感。压迫感。然后今天他们来到我们这边，希望我们也拿出5倍的声音，让他们感受我们这个斯塔吉亚姆的黄色的海洋。浦和红钻在过去有非常优异的成绩，他们拿过4次天皇杯，2次联赛杯，还有2次超级杯，还有1次接联赛冠军。和我们卡西瓦一样，上一次和乌拉瓦的比赛中取得胜利已经是2021年的3月份，所以我们好久没有和乌拉瓦的对战中取得胜利了。希望今天我们能加油取得一场胜利。卡奇马秀。另外我们也有3场比赛都是平局，连续3连平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期待能在主场迎来一场胜利。干巴里马秀。ご飯を食べながら花見します。刚刚在球场里面有好几个看过我们 YouTube 的球迷朋友，然后认出了我们，给我们打招呼。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選手の試合だけじゃなくてサポーターの試合も頑張りましょうね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ごっぱいの声を出して、ぜひぜひ。
分钟，希望可以坚持住。我们凭借萨比奥的助攻、基罗西塔的进球，1-0在主场取得了胜利，战胜了劲敌乌拉瓦雷兹。上一场的主场胜利已经很久远，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，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胜利对于我们卡西瓦的萨破塔来说非常的高兴，整个基塔基带都沸腾了，我们两个也非常的高兴。楽しかったです。这场比赛之后，我们卡西瓦雷苏鲁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，13分暂时在接力股的第五位，比之前的排名上升了4位。耶、下一场比赛是在主场对阵鸟西托斯，我们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雷苏鲁加油。嗯，期待跟大家见面。 Support たち、会いたい。下一场比赛我们继续加油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 Yeah!